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字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好，大家好，翻到嚟逢星期二晚建国研习班嘅时间啦。今晚有我郑松泰同埋根文之啦。咁咧，今日咧当然系直播嘅。虽然系直播咧，但系我已经集中唔到精神，因为你啱啱上完堂教完书。今个礼拜开学啊，开 sem 啊，咁啊理工开学啦，咁啊琴日开始教啦，跟住咧咁啱咧呢个礼拜仲最重要嘅嘢咧，咁大家应该脑海中就觉得系呢一个六八九报告大会噶嘛。系啊，六八九嚟紧礼拜三，答问大会啦，跟住后屘跟住即系。禮拜四又係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對我嚟講最沉重嘅就係因為開學嘅，咁所以禮拜一同禮拜二咧我要翻學啦，跟住同時要開會啊，咁但係當然啦，呢啲係條路自己揀嘅 ，OK， 咁啊今晚咧我哋都講一講即係同可能學術有關嘅題材啦，咁但係。都是延續住我哋即係上個禮拜一直以嚟嗰個討論啦，都回應緊而家發生嘅呢件事啊。雖然上個禮拜其實都完曬上個禮拜啦，係你講緊單新聞係嘛？咁我哋由呢一單新聞切入先啦，因為上個禮拜咧關於呢一個英國嘅倫敦大學 London U 咧有一個嘅即係報導啦，就係關於呢一個嘅東方同埋非洲研究學院嘅，即係一般我哋稱之為亞非學院啦咁樣。咁啊，亞非學院我都幾多同事喺度畢業嘅，都係藏教大學嚟嘅，你算啦，接翻嚟講都算啦。唔係呢，或者甚至呢個學院添咯，都係嘅，都係，即係唔係喺我哋世界叫左教，佢哋會覺得佢哋自己係左翼嚟嘅。後殖咧，或者叫係啦，後殖嘅後左翼，後殖民主，後殖民主義咯，後殖民主義嘅一批重鎮嚟咯。重鎮啦，但係即係好老實嘅，去我呢一代咧，其實亞非咧就即係相對嚟講影響力就細啲㗎啦。咁啊早一代咧，譬如講緊而家仲係四廿零五廿歲嗰一陣咧，去嗰度讀書嘅，其實翻嚟嘅都已經喺各大學校裏面可能係做緊啲即係比較相對高嘅職位嘅。尤其係譬如有關於人類學啊或者社會科學偏近。點啊？偏近人類學啊、歷史學嗰個範疇嗰啲咧，咁啊比較多少少。亦都咧喺嗰個年代係大家仰慕其中一個嘅學院嚟嘅，即係坦白講，到依家都可能都仲有幾多人都係覺得有啲名氣啦，仲 OK， 有啲影響力嘅都。咁但係咧就想由邊單新聞開始講咧？因為上個禮拜咧有單新聞嘅，都唔係上個禮拜都有唔少人 share 過啦。有大家個震驚嘅震動啊，國師啊 share 過啦，跟住啊孔國峰教授 share 過啦，咁樣即係喺個學術圈見到其實都有少少驚訝嘅。咁啊嗰單新聞講咩咧？就係其實佢個學院咧就計劃咧就正式啊，因為其實之前都其實有少少咁嘅跡象啦。正式就即係將一啲由白人。或者是其實是一個學生會組織 的一個宣言嚟嘅講法嚟嘅，發言人嚟嘅。咁啊，嗰個學生叫Deborah Johnston 啊，咁就講就話而家咧教授嗰啲嘅課程咧，咁內容就覺得係即係認為佢嗰個內容咧係太多白人嘅觀點，亦都係以呢個白人哲學。哦，呢個係個學校科發言人嚟嘅。其實那個學生會嗰、那個嗰、那個叫嗰、那個幹事叫做阿里哈必啦，哈里哈必應該咁佢應該可能有少少阿拉伯人嘅
咁啊就話唔好意思啊，頭先搞錯咗個名。咁佢講得都好白噶啦，佢話好崇拜呢、這個Fanon 咯，即係呢個好出名嘅後殖民嘅一個法裔嘅學者咯。但佢係其實佢係喺個加勒比海嘅法國殖民地嗰度出生。啊，係啊，佢 Fanon 佢最出名嘅就係即係研究譬如馬克思嘅、啊、即係。沿襲翻前期馬克思主義去研究嗰啲殖民理論嘅一個嘅近代當代嘅法學思想法學啊，或者係社會學嘅思想家啦咁樣。咁、啊其實嗰個新聞最轟動的一樣嘢就係話佢哋係要建議倡議就係要將個課程裡面咧一啲有關白人哲學，仲有白人哲學家嘅一啲課程就再 cut。話如果呢啲哲學家仲喺啲課程嗰度存在咧，都要用嗰種批判嘅眼光嚟到解讀佢哋。咁其實咁講咧，如果要咁樣 cut 嘅話，係 cut 咗三分之二，有一半啊，有一半以上有多嘅課程嘅。睇呢單新聞嗰陣時候，我就唔係咁想一睇就條件反射就話啊呢班咪左膠，即係搞埋曬啲咁嘅文，即係搞埋曬啲咁嘅後現代文化大革命諸如此類。我真係走咗去大革命，我就真係走咗去倫大嗰個哲學睇課程，我睇下佢個 syllabus 真係教 exactly 係教啲乜嘅。點啊？而家有啲咩教啊？嗱，我哋依家先講一講當中嗰啲問題，同埋其實呢一樣嘢都同我哋而家嘅香港情況有關嘅，因為即係關於嗰、那個白人哲學啊，或者嗰喺個文化上有一個領導甚至係中心嘅思想地位咧，喺過去咧其實都有一定嘅討論嘅，尤其喺香港所謂左翼啦、酷人酷嗰個圈子啊，我見過有啲咧係好鬼誇誕添嘅，譬如。近排咧咪又講緊呢個故宮嗰啲嘅爭議嘅，哇！嗰度嗰啲文都睇到你大開眼界喎。其中咧有一個譬如故宮嘅爭議啊，另外一個係關於自殺兒童定唔知咩自殺兒童報告嗰啲。但講故宮先啦。故宮嗰個爭議嘅就係講咩咯？講文化多元化嗰啲啊，即係啲嘅角度咯，就唔應該係以。政治嘅即係中港嘅嗰個嘅本位介入嘅、啊，因為當你起咗即係呢啲故宮之後咧，你點樣去演繹啊個手法啊咁咁。但係如果真係用一種好正統嘅一種左膠嘅政治正確嚟睇故宮呢樣嘢咧，佢都係唔啱嘅喎。你要整一個多元文化嘅博物館出嚟，裏邊係乜嘢民族嘅嘢？即係你故宮都係一種漢族嘅 ethnocentrism 嚟啊嘛。咁你要整一個真正多元文化嘅文化博物館出嚟，就乜嘢民族嘅文化都無所不包咧，應該。我明白你咩意思，我明白你意思。咁咪好似嗰個荃灣警署，咁我打包單，反對聲音係會劇減，因為大家唔知點係無處著力，係唔知點樣反對。唔係啊咩啊，我唔係講多元主義啊，我認為應該同呢一個大英博物館簽署備忘錄噶嘛。我鼓吹係即係將呢一個英國嗰啲嘅大英博物，兩萬幾件喎、故宮啲博物借翻嚟香港。我唔想估人哋北大嘅讀過書嘅真係，浸個北大嘅唔得鹹水嚟淡水咯，我都唔知點形容。唔係嗰日我喺度咁樣同林鄭講。唔係我就緊從國師教誨嘅，即係我成日覺得台灣如果真係想搞徹底個去中國化，麻煩你真係將呢、這個。四百台同埋嗰塊你真係將故宮台北嗰個總院同埋個南院，不如全部搬曬過啦，搬曬即係嗰啲同翻。你哋喺中國大陸帶過去嘅文物全部運翻曬西九啦，咁西九有得救啦，西九唔係大白象嚟。咩啊？佢所以咪話喺個之前都有西九遊客都會嚟。有講我話咩嘛？同之前係通常嗰啲泛民啊比較溫和少少嘅，就係同呢個台灣簽署備忘錄，就運嗰啲文物嚟香港。但係我覺得更加實際嘅一國兩制應該展示我哋即係一個華英並茂嘅地方，就係應該要問英國咧攞翻啲文物翻嚟擠嘅，咁冇理由錯過咗呢個地方啊嘛。咁啊係，但係喺呢個唔係我哋今晚想討論嘅嘢，因為咧今晚咧呢一個都係講翻倫大嗰個倫大嗰個課程係講一講內容。第一條 course 佢叫 Introduction to World Philosophies， 咁嗰個一定係包羅萬象，乜都有嘅啦。咁第二個基本嘅 course 叫做 Introduction to Logic, Critical Reasoning and Argumentation。咁呢啲係好典型嘅英美哲學啦，即係分析哲學啦。咁呢啲就真係可以佢哋所講嘅啲白人哲學啦。冇講係啦。喂，如果你咁講嘅話，佢即係譬如笛卡爾啊嗰扎嗰啲都已經喺度西走啦，可以啊嘛。係咁，唔可以咁講啦。係咁誇張，咁啊繼續啦。仲有啲咩？咁跟住第三個 course 即係第三個 core course 係個 metaphys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即係佢教形上學，但係佢用一個或者比較嘅角度，咁又係又係普世角度嚟嘅咧，佢唔係淨係白人嘅啦。咁下邊有幾個就係啲 tradition of philosophy， 佢話有 Buddhism 啦、Hinduism 啦、Islam 啦，同埋一個 Judaism 啦，即係佢係世界上幾個主流宗教咯。咁呢啲嘢其實好正確嘅，同埋你講呢個猶太教，咁其實佢算唔算係白人？其實有得拗嘅喎。唔係呢個唔單止係一種教，我諗佢呢個猶太，即係你而家以色列喺地理上其實佢係亞洲嘅嘛。雖然好多多數人都唔當佢亞洲嚟辦啦，即係好似喺足球咁，佢都踢咗去歐洲足協啊嘛。你話以色列係唔知，因為其實啲阿拉伯國家唔想收佢啊嘛，即係唔想同佢踢波啊嘛，咁結果咪佢焗住咪走咗去歐洲足協咯。咁仲有啲咩？但係你話嗰啲都係一啲跟住再跟住啲最後一個叫 Religion of East and Central Asia， 咁跟住係其他宗教啦，各式各樣嘅可能，即係唔咁普，即係可能儒家喺度包埋入去咯。而家有傳承學嘅喎，係啦 ，Year Two and Beyond 嗰啲啦。首先講呢個有一個 course， 即係嗰個核心嘅 course 叫 Anglo-European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Scholars， 一傳承學同埋 and Beyond 啦。咁呢個都係大哲學啦，但其實係啲後現代嘢嚟嘅，佢哋會唔中意咧？跟住咧，跟住下一個就叫做呢個比較倫理學啦。如果你而家講到呢度，其實都好似冇乜白人哲學。再下邊就係一個即係個語言學嘅啲語言哲學啦。咁語言哲學可能有啲白人嘅嘢啦，但係有其他嘢。唔係語言哲學，佢之所以即係近當代語言哲學興起，都係其實同後現代思潮興起即係再次有關啫。係啊，嚇咁後面咁 EFV 佢講呢個叫 Margin of Philosophy Postcolonial Gender and Queer。Queer theory 嚟嘅，咁呢啲又係後現代嘢嚟㗎啦。咁呢啲嘢又唔會係佢哋嗰啲痛恨嘅白人作家。Queer theory 咪係嗰類東西咧，都20年前嗰啲類東西啦，冇咯喎，係嘛？跟住佢下一個叫 interpret， 即係嗰啲係寫 paper 啦。咁下邊有啲細 course 係，咁隔離個佢有個叫做，即係有個叫做非洲哲學啦。咁想俾陶傑嘲笑啦。咁我唔想 come on 啦。佢有一個叫 Afrophone Philosophy， 我又唔太清楚係咩嚟嘅，但都係非洲嘅東西嚟㗎啦。咁跟住有 Buddhist Philosophy 啦，有個叫做 Death and Meaning of Life 啦 ，Death and Life 嗰啲，即係呢啲係都好普世嘅啦。跟住有一個叫 Development in Muslim Religious Force 啦，即係應該其實係講呢個伊斯蘭教嘅神學啦。咁跟住有下一個係猶太人嘅身份啦。再下一個叫做即係現代印度哲學啦 ，Indian Philosophy。再跟住嗰個叫現代猶太思想啦。哇，咁樣啊？咦，咁佢？呢個學院是冇嚇，咁跟住再下一個講非暴力啦，非暴力嚇係啊，咦係喎係喎 ，non-violence 係啊係啊，跟住再下一個就係一個宗教權力同埋一個即係非現代非洲嘅宗教權力同埋社會咯。哇！呢個課程唔係呢個學院係即係佢係真係亞非學院嚟嘅，其實唔係啊，唔係 Apple， 即係佢唔係一個 Rose Center 嘅咯。你內容其實你看不到哪裡是有一些 Eurocentric 的，他講世界哲學他都一定要賴西方哲學，不可以隻字不提的嘛。但是即很坦白說，這些東西呢我沒有興趣去讀的，你就這樣看課程內容，你吸引什麼人去讀啊？我們不是在這裡為倫大做負面宣傳。不是，但是譬如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可能有一些Political Theory 那些就應該可能有一些有啲佢哋而家討論或者批評緊嘅嘢嘛，咁但係其實嗱就咁去講啦，即係而家嗰個課程咧，就咁頭先我哋講嘅內容嗰一紮咧，已經冇乜嘢西歐或者歐美嘅東西喺入邊，冇咩即係所謂西人或者係白人中心嘅一啲嘅內容啦，好老實。但係即係點解都依然係會有呢一個即係嘅倡議係提出咧？尤其呢個倡議咧，佢當時咧嗰個新聞出嘅時候咧，嗰個嘅學生咧係都有一些很明顯的是一些阿拉伯裔的留學生，或者是一些可能是阿拉伯的移民後代他入了這間大學那他除了說是要去白人化啦同一時間的是他那去白人化呢就是他那他說明的那個 term 是這間學院是要進入去殖民化是啊就是我說陣但你剛才讀那個 course 其實已經很委屈去殖民化了整個學院已經是殖民了去殖民了徹底解殖民了唔係呢個係 B.A. World Philosophy 即係我整咗個學士學位課程咯。係咯係咯係咯，哇！呢個學士學位課程都讀得咁雜嘅，可以咁誇張嘅。係啊，咁樣啊。唔係咁，佢叫亞非學院，我覺得係合理嘅。係，即係你嘅重心係擺喺亞洲非洲，我覺得合理。係，咁你冇嘅，你當然你即係如果你想讀翻嗰啲正統嘅歐洲嘅最古典嘅哲學，你梗係走去牛津劍橋啦。
唔係，我的意思就係話，所以頭先譬如讀嗰扎，你睇好似好煩啦，但係即係一個作為 general degree 啦，即係我哋講緊就係啱第一個嘅 degree 啦，其實係會有咁嘅情況嘅過去。咁但係當然都有趣地，你可以睇到而家英國嘅大專學府其實都有少少美國化咗咯。有，即係佢都係好幾通識下嘅，但係呢個直情係我哋而家嗰啲課程攞嚟抄嗰啲通識嘅內容嚟。近乎啲名都一樣啊，譬如 Death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咧，我哋有啲科啊，即係所以咁好啦。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哋講一講翻當日嗰個報導啊，因為嗰個報導出咗之後咧，其實嗰個迴響幾大嘅。都估唔到，即係呢個係就同我讀嗰、那個，我哋讀嗰個係明報，佢引述咗呢個英國獨立報、每日郵報同埋每日電訊報嘅報，綜合咗呢三份報紙報導。再譯翻到中文嘅，因為佢嗰個綜合報導裡面係訪問咗幾個，即係而家英國仲係啲校方或者係啲教授咧，覺得即係呢個學生會根本就係喺度亂嚟咯。覺得失控咯，成班人就係做嗰只唔撚係掛樹熊咁咯，全部係俾個咁嘅反應。唔撚係掛，即係有棵葉擺尤加利葉擺喺口嗰個。唔係啊，譬如佢哋我哋之前講一講嗰啲嘅校方嗰啲嘅批評啦，譬如嘅係Roger Scruton 佢即係而家係英國嘅一個即係比較仲係都叫幾有名嘅影響，都有啲影響嘅一個哲學家啦。咁佢就係直情批評啲學生無知啦。咁啊就話批評就話啦，如果佢哋認為康德嘅純粹理性批判啦咁樣啦，咁出現殖民主義嘅內容，佢願聞其詳啦咁樣。咁啊，因為咧，其實咧，喺嗰個報道裏面咧，嗰個學生咧，佢哋嗰個倡議都有講到，正譬如指到明嘅，譬如康德啊，或者係仲有啲咩白人啊？其實大部分都係白人嚟喎，咁啊諗一諗，嗰啲嘅即係哲學思想啦。但頭先我哋睇個 course list 冇一個叫 Carton Philosophy 嘅 course 喺度咯。Carton 冇啊。咁啊，另外咧就係有校長有評價啦，咁樣啦，咁就話咧呢個係即係政治正確逐漸失控。確實危險，我們需要了解這個世界的本貌，而非改寫歷史以迎合某些人喜好或者觀點咁樣。咁啊這個政治正確的失控咧，係當然喺中文譯起上嚟嘅話，就可能係唔係太清晰嘅，或者唔係太準確嘅，即係當中嗰個討論。咁啊，亦都因此咧，我哋就即係今晚咧，就即係就住呢樣嘢去講講點講好咧？直接有新聞去講一講而家香港我哋面對緊嗰個問題，因為其實整個問題咧，其實我係想講美國政治嘅問題嘅，開始入手係講一樣嘢叫做 culture war 咯，叫文化戰爭嘅。唔係，我覺得應該係咁嗱 ，culture war 係我哋嘅主題嚟嘅，但係有一個問題係介入嘅，就問題係切入嘅。最根本嗰樣嘢就係乜嘢叫理論先？係啦，即係你話譬如我哋譬如我舉例。今天我做港台訪問，問了兩個多三個小時的訪問，問了我一個問題，他就說現在譬如熱血公民你們會政黨化改變即過去有些做法，會專注多些議會工作、地區工作，我講一些內容，他就說咦，那你們做的事其實都跟那些其他泛民那些一樣的，差不多的，那有什麼分別啊？你哋咪係咪即係意思係話，即係你哋係泛民化咧咁樣，用成差唔多用咁樣嘅角度去切入啦。咁我話你話手法上嘅，大家都係講蛇齋餅種啊，或者喺度派傳單嘅，唔通你話派傳單，大家都係派傳單，個個手法一樣噶，所以你係泛民咩？我或者民變化咯，係咪先？即係咁講。咁但係其實佢問呢個問題，或者佢去追問落去嘅時候，其實有一樣嘢我哋係缺失咗嘅。在我討論裏面，其實他不理解什麼是理論，他不理解什麼是政治的價值觀啊，甚至可能一些很粗淺的就是關於左右啊的立場啊，政黨譬如公民黨、民主黨或者諸如此類，他們是以什麼的政治的理論作為那個政黨的運作呢？在今天的香港你發現一個很奇特的情況，就是選舉之後你是隨便立一堆泛民的政黨，咦，為什麼他們當中好像沒什麼分別咧，咁分別唔係講緊手法上，而係喺個價值或者個理論空洞嘅情況一樣。咁我覺得由呢一個問題去講啦，講翻轉頭啊，係有意思嘅，就係過去我哋嗰個嘅政治或者社會運動都叫做好似懶係有啲理論去 back up 嘅。但係今次嘅選舉明顯有一樣嘢啊，大家你諗一樣嘢啫嘛。喂，政綱都唔使嘅時候講乜政治理論啫，發神經啱唔啱先？係啊。咁我認為咧就係不如咁樣切入啦，跟住又講翻你。頭先有幾篇文章跟美國啦，同呢篇報道有關嘅，但係個問題係圍繞住嘅就係話，喂，而家我哋好似突然間失卻咗某啲嘢喎，
咁當中嗰個嘅理論，即係 call and call 啦，係啲咩回事咧？咁係，咁啊，由呢度開始啦。其實呢排都即係都係繼續喺度睇緊書啦。咁有呢 set 書其實就係、是、你睇緊書其中一冊嚟嘅，係啊。屌咁得閒嘅，搞錯啊！係講繼續。呢 set 書其實係教主買落嘅，但係我借住嚟睇咯。咁我睇咗第三 part 嘅啦，呢本叫做《歐洲戰後十年》啦。咁嗰位作者叫做東尼朱達，之前我哋有一次即係佔領運動結束嗰陣時候，我哋係做過一集，即係講六十年代就講過呢個人其中另一本書噶啦。咁呢本其實係佢嘅代表作嚟嘅。呢本嘅代表作佢係將整個歐洲過佢由1945年一路講到一路講到2005年。即係第四冊係2005年啦，第三冊講到1971到1989年啦。嚇！咁呢本書你而家睇緊啦，即係話睇緊，未睇曬。但係佢係好名如潮，幾乎所以成個學術圈子，我都未聽過有人彈咗佢啦。死咗我未睇咯，我冇睇過。但如果你真係想知道戰後歐洲到差唔多係對佢當代究竟發生過啲咩事，你淨係可以揀一本書嘅話，應該讀呢本咯。無所不包，佢即係當佢主軸係講即係政治、經濟、文化呢三個層面啦。但係佢 cover 曬所有國家啦，乜都有提到啦。唔係咁，因為佢基本嘅就係喺呢60年裏面係經歷住成個全球嘅因為兩次戰爭嘅大動盪，然之後大家重新面對一個響由啟蒙時期遺留落嚟嘅問題，就係、是、社會秩序點樣重建啊嘛。即係喂，大家一直以往有一個個對照，就覺得響即係我講二戰之前，就覺得喂科學同埋啲一個嘅技術或者係即係科技啦。當然咧，個作者佢係幾年前過咗身嘅，所以佢而家睇唔到當下歐洲變成咩樣咯。即係其實我聽啲書評佢寫話，佢最後尾對歐洲都係幾樂觀下嗰陣時，佢收筆，佢覺得可能呢個世紀都最後都係歐洲嘅世紀。而家睇個情況，歐洲俾美國吞平，咪而家變咗鍋泡。呢樣嘢就依個就後話，依個就後話。唔係，你都佢都睇到一樣就係歐洲點樣從戰後嗰個廢墟之中可以再站起來。係係係，唔係就係我頭先所講咯。因為其實呢個問題係好重要嘅。如果你話擺翻喺嗰個嘅即係歐洲最主要幾個列強嗰個嘅脈絡啦，嗰個 context 上講咧，佢哋一直以嚟由可能。開頭有封建，跟住經過即係譬如帝王，然後走向一個相對現代嘅國家，跟住經過工業革命，咁然之後後屘宗教嘅改革，咁亦都成為嘅就係、是、即係可以走向帝國啦。咁當中一直以嚟嗰個嘅哲學或者當中嗰個背後嘅價值觀都係講緊對於科學、對於技術嘅一個我哋而家今日所講嘅迷信或者當中嗰個嘅堅持啦。OK， 咁但係二戰嘅結束或者二戰嘅戰爭啦，即係呢個世界嘅大戰帶嚟嘅震撼咧，就係原來佢哋所篤信嘅科學並唔會帶嚟美好生活啊嘛，或者你睇兩次世界大戰加埋一齊咯。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戰後嘅重建係成為一個整個西方即係歐陸哲學主流陣營嘅就係一個所謂即係反思嘅大問題，就係喂以往一個社會秩序冇咗神權之後，去到由人類。管理的話，咁大家以為是透過科學可以找到當中的法則啊嘛，咁但係點？其實我講呢本書係少少偷步嘅，真係因為頭先我哋講倫大呢個學生會個講過係好崇拜呢個范安嘅個後殖民理論啊嘛。其實呢本書入邊都有講咗。范朗啊，范朗啦或者。係法郎，佢就引咗小段就提咗呢本書，佢寫一本好出名嘅書叫做《世間受苦者》叫《Wealth of the Earth》，但佢引咗段咧就係沙特幫佢寫嘅序言啊。佢嗰陣時就話，即係佢形容啊六十年代嗰啲即係啲後年青人或者係啲學者開始會崇拜暴力，佢就引話沙特為呢本書寫嗰個序言就咁講。反殖民革命嘅暴力係重新創造自身者，射殺一名歐洲人就一石二鳥的功效，既摧毀壓迫者，同時粉碎被他壓迫的人，留下一個死者或一個自由人。囂存者首度感到自己腳下的國家土地。呢句咧，即係呢句説話係激過陳文啲 Facebook status N 倍咯。唔係，但係呢句係成為書嘅罪咧，都係即係沙特幫佢寫嘅罪嚟噶啦。即係佢覺得啲第三世界界有反抗嘅殖民主嘅壓迫你殺啲白人係冇所謂冇問題嘅。呢個唔係，但係佢哋嗰期咧，你如果記得。即係如果我哋聽眾記得見過研習班講過呢個南非個個反種族隔離嘅鬥爭，旁及我哋提到呢個羅德西亞嗰個即係獨立運，即係後來津巴布韋嘅獨立運動，
咁我都提到嗰陣時，穆加布引嗰隊游擊隊係做過一啲好離譜嘅事啊！試過佢哋用啲煙燻式地道飛彈將個羅德西亞嘅嗰啲民航機擊落，然後佢哋走去墮機嘅現場，將啲囂存者發現住，仲係喺度做緊，即係一係就男嘅就地處決咯，女嘅係先加頭殺咯。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喺范當嘅眼中，呢啲係一啲值得稱讚嘅事咯，可能係。其實咧，這個咧都係即係有啲點解？譬如過去我哋有陣時咧，成日都會無端端抽離一啲我哋嘅討論，然之後俾嗰啲左膠批評啊。你哋係咪咧要對抗暴政嘅時候，就要自己變成暴政啊？諸如此類啦，嗰啲嘅討論咧，其實當中就唔係咁簡單。即係如果你話睇翻呢一個嘅評價咧，其實好咁講，我坦白咁講，佢當中裡面有啲回應，其實喺度可能係批評緊海德格噶嘛。係啊。即係佢嗰段前一段就講嘅，即係佢哋話即係西歐嘅知識分子，即係佢好崇拜暴力嗰時候。佢當然佢哋唔係講話由西歐往東只係幾小時車程距離，蘇聯同埋蘇聯衛星國內就不實暴力，但係嗰啲係官方的暴力，史達林主義嘅暴力。第三世界嘅暴動嘅暴力係解放性嘅暴力咯。係啊，即係佢哋美化咗呢啲。美化美將佢啲一樣嘢係冠以嘅就係一個奴隸解放嘅暴力，但係就 OK 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呢一個係流行嘅，即係點講啊？響六七十年代嘅西方馬克思主義陣營其實係都幾即係約莫前一兩集我哋提到共和黨有個大佬叫做 John McCain 啊嘛，即係提過佢喺河內做過，即係喺越戰做過戰俘啊嘛。咁如果你睇佢啲越戰嘅一啲圖片集，不斷發表一啲官方宣傳，成日好中意發表一張相嘅，啲美軍機師被擊落咗啦，佢跳咗傘，俾啲當地啲民兵捉到，尤其是不斷嗰啲宣傳部好中意係揾啲女民兵揸住，即係好矮細嘅女民兵揸住一支長槍，就指住喺背後指住呢啲戰俘叫佢哋向前行咁啊上噶咯。咁我嗰陣即係節目完咗，我諗去翻你貼翻，即係喺 Facebook 嗰度，我都貼翻呢啲相俾你睇咯。呢啲相如果喺佢哋眼中，佢哋會睇到大快人心，我都覺得即係佢哋覺得即係啲白即係咁啲帝國主義者係大撚死咯。唔係咁，唔係，但係呢一個成個嗰、那個，所以話呢個成個嗰個反動咧，你話我哋今日睇起上嚟嘅時候，你當然係會覺得其實好矛盾嘅。我想講個心情啦，我又好小心講先。因為我哋而家係喺度，我哋係反抗緊一個新嘅帝國主義。我哋面對一個新嘅帝國主義，所以你唔能夠就係話，喂，抽出嚟喺一個教條上揾一個原教旨，就係嗱，用呢啲方法就一定係有問題。但係你又唔可以話呢一個嘅評價，喺今日仲能夠係冇任何批評或者冇任何挑戰底下能夠隨處適用任何。但對我哋嚟講，大劑嘅係我可以預測未來呢四年呢場新反新帝國主義嘅鬥爭係一場孤獨嘅鬥爭嚟嘅，即係尤其是西方啲知識分子界係唔會同情我哋嘅，唔會。而家佢哋會係好集中去講 Donald Trump 同呢個即係萬惡嘅一個獨裁嘅普京俄羅斯係有勾結嘅，但係佢開強國拖，佢就覺得佢哋反而會同情翻中國咯。佢反而覺得中國而家係一直即係你覺得你咁樣無啦啦去質疑呢個一個中國政策係你係破壞緊成個東亞嘅和平啊嘛？咪等於而家我哋面對嗰個問題啊嘛，即係我哋喺香港嘅話，我哋而家講緊係即係譬如反共啊，或者諸如此類又好，過去嗰幾年嘅咁，大家都好容易理解係呢一個我哋會認為係再殖民嘅過程啊嘛。咁但係而家政治格局咁樣去180度扭轉嘅情況，我哋而家再講緊大陸呢個再殖民，人哋就會講一樣嘢嚇，咁美國 Donald Trump 會點咧？係啊，即係呢下嗰個外在嘅政治環境。我哋要再去講清楚話，我哋係面對緊中共嘅再殖民嘅話，其實對外去同即係嗰啲西人講嘅話係講唔明嘅。係啊，咁不過喂，第一節時間好似差唔多。即其實上個禮拜其實喺個信報個網站係一篇奇文，都係要講一講。嗰、那個係另一個引子嚟嘅。係嗰篇奇文個名咧，你大家而家即係休息期可以揾啦，就叫文化馬克思主義歷史。咁、那個作者叫盧安迪，睇下可能你 search 到。係啦，我哋休息一陣。